我们现在在风景秀丽的太极湖畔，今天我想将武当太极十三式的实际运用与大家一起分享，并示范讲解积极运用的实战功效啊，我们一一讲到。好，十三。下面我们第一式就是抱球式。抱球式，这抱球式大家都知道，太极拳的抱球是最多的，这个手势是非常多的，看非常圆，很常见，很常见。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，也有它的积极运用，而且是非常实用的。这个动作是当对方击击你的头部的时候，你用这一招来破；对方击击你的肚子的时候，你用这一招呢，那肯定用不了。所以我们击击也是讲位置的，有上下、上中下三个部位。啊，第一个就是抱球式的运用，对方打你头部的时候，开了吧？哎，他怎么打？他打不到，因为我的步伐是要侧的，我一侧就躲开了。然后我的手轻轻一拨，我就能够将它控制在我的动作中，它会随着我走。然后这个合手，我们在拳法里面是合，真正我们在用的时候，这个手是可以到它的太阳穴上去的。太阳穴，看到没？这一掌上去，绝对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身作用。再来，退，后，勾，是不是？好，换个方位。阿鲁，是开了，再来一次，开了，这个手，再来，我手要快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它的闪如电。太极拳，我们在练的时候绝对是没有快慢无争的一种境界，但是在用的时候那就自刚了，非常快了，跟闪电一样灵敏。再来一次，是不是开了？那么我这个手如果真正到他太阳穴去，他可能就马上就动不了了。这就是抱球式的运用，明白没？大家应该看清楚了。单边的运用呢，每个门派的用法都不一样，我只讲我的运用啊，我们的运用，三峰派运用。是单边，对方打左拳，这控制他左拳的。同样的也是面部，因为他这个是云，也结合了云手的动作。当对方一拳打你，打我头，那我要退。我内家是跪化不跪抗，如果我不动，打我，我不动，他肯定打到我。我们在拳法里面这一招是上步的，但真正用的时候，这一招是要退的。以跪化不跪抗为主，所以我退了之后就等于在化了它。打过来，很自然，很自然，盘中、面部都可以，这就是标标准准的单边，这就是标标准准单边，明白？啊，这就是单边式运用。再来一次，快点，看到没有？我怎么用都可以，而且。看没？这个他就会受伤。我是用推按键，我没有用穿透键。如果穿透键，他就会很受伤的啊。再来一次，这一招不好用。好，这样，那么我们换一个方位。OK， 我退。是不是这看得更清楚？我这一掌到他头上去了，我也可以到他胸上去。OK， 这就是单边的运用。分式的运用，分式的运用呢？这个动作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分式。
分射运用，分射运用是两阴阳左手和右手都能用得到。当对方是左拳打来的时候，我用右手，对方用右手打来我用右手，对方用左手打来我用左手。同样的也是跪化不跪抗，我要测一下，很好运用这个动作。打来，我借力，我靠出去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打来，借力，他就会，你看，他就会被我打起来。然后这个手，打开了，你看，这时候用靠近，看，靠近，啊 ，OK。这就是分的运用。倒退式的动作在拳法里面的动作是这个，是这样做的啊。在拳法里面倒退式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是怎么用呢？有什么用意呢？有用意。同样的这招也是打中部的，对方打中部的时候用这招非常好用的。对方慢慢动作 OK 慢，我缠住他的腕，我退步之后向回带，这一手切到他的面部，也可以切到他的头部。哎，杀伤力大家也知道很大的，太阳穴也被我打到了，顺速很速度很快就到位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他被我牵动了，他即使想再出第二拳他也出不来，他出不来，这手就到太阳穴上去。再来一次，我都没法发劲，我发劲他就伤了，所以大家就看到我点到为止。二度弯，哎，同样的，我一个缠一带到了太阳穴上去 ，OK， 再来一次，哎，这就是倒退式的运用。但是呢，这个动作呢，在拳法里面的做法是这样的。好，该演练这个怎么用。当然这招也是打上盘的，就头部的，对不对？对方打我头，我躲，他就会打空，我说我还能架住啊。然后这手呢到他的肋骨，这一拳上去肯定会受伤，对不对？肯定会受伤。再来一次 OK， 好，哎，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，所以这招杀伤力非常强。我们是蹲下来了，运用丹田气到手上去，非常将丹田气能运用上来到拳上去，啊，非常稳，而且它有撞击力，它是撞击力向我打来的，那我是沉下运用丹田气打出去的，所以这招具有很好的这个防身功能。再来演练一遍，堵了，你看很稳。那这一拳是不是很厉害？这就是弹式的运用。搂膝运用，搂膝泰拳，搂膝奥步，非常常见一个动作，它有很好的积极功效。看拳法动作演练，在用的时候叫灵活啊，灵活运用，能上能下，能高能低。
这一招能用到下盘，就对方打你腹部的时候用这一招非常非常好用，打我腹部的时候 OK 再打，对，我一个转腰一化能将它化开，再开始他打不进来，他已经用了很快速度，他打不进来。那么我这时候我就一推掌，盘中穴，盘中穴，再来一次，哇，盘中穴，这很好用的啊，这是我们搂膝的运用，非常好用。这个掌呢，我们用的是衬劲，来讲一下 ，OK， 什么叫衬劲呢？大家看。我是指尖先到的，再到掌根的，啊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有穿透力，能穿透到脏腑里面去。好，这是搂膝运用的示范演练。探视运用，打过来，接近中盘的，打我胸部的时候，我用这招非常好用。开，是不是开？我一个缠手破开他的动作，这个手到他的脸部，同时我这个膝啊，我这个腿其实马上有出去的，但我没有出去，盘不漏是内家拳的积极特点。他将很多技击要领都含在动作里面了，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是需要修炼很久，当修炼那个高度的时候，人们的内心就平静了，他也不会去运用了。这就是武当功夫蕴含着道家的思想啊，含而不露的技击原则。再来一次，他踢，是不是腋下被我踢中了？我现在稍微使点劲，让大家看到它的这个威力吧。开 ，OK， 再来，啊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是草坪 ，OK， 快，这就是探视的用法，具有很好的积极功能。先演练拳法里面的动作，下面讲解技击，在这么缓慢动作中，它依然有技击，攻击上盘头部。OK， 对方打过来，你看我的螺旋滚动给它化开，换个面，这边看得清楚，对方一拳打到我的面部。我接住他的腕，螺旋滚动开了之后怎么办？我这个护手，这个手是在这个丹田处，这是护住丹田之气，在击击的时候这个手是可以放出去的，放到哪去呢？放他的腋下打穴位，这时候他被我打中的话，他整个手就会松不利了，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用的，一打腋炮打下颚，这也是非常脆弱的地方。三打裆下盘，现在快速的攻击。OK， 好，
你打到我，你想打到我，你就打。我同样躲闪，你看我的步要动，我不动可能被他打中了。那我稍微动一下撤了，然后这个手画轻轻画就开，然后这个手撂出去，他马上就能制止他，制止他后面的攻击，也可撂他下，也可撂他裆部。好，我先记记他的腋下，是不是？这个腋下。第二，我记记你的喉部，我开，我没打到，我定住了，啊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好，第三，挂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就是防身啊，这内家拳的防身。这个就是以弱打强，四两拨千斤。这个缓慢的云式中，其实它的击技非常强大，非常强大，很好用的。下面讲到太极十三式的第九式，画式的运用。先演练那个传法的动作。还是在这边，这招在这边，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画，你看再来一拳也可以，隔就开了，这就画式运用。画式有几种用法，一种叫连续画，对方连续攻击你，你就连续画 ，OK， 连续画。第二种呢，它就是画一攻，一画一攻。拳打来，哎，你出不来了，我已经到你这来了，太阳穴，我这个隔挡啊，一画一隔挡，这个隔挡可以放出去，再来讲啊 ，OK， 画 ，OK， 再来一拳 ，two， 来，我两下，如果用我要攻击他的时候，我只画一下，你看，我就进去了，看没？进去了，再来，上去了，看没？我化开，它是直立，我是将它的力向下化掉，然后这个手聚集到它的脖子。好，我下面再示范，我稍微用点劲啊 ，OK。哎，就可能我是砍它这个地方，如果砍在这个地方，它马上就晕了。再来一次。进去了，这就是画式的运用。下面讲太极十三式的第十式捋式的运用。先看招式里面的动作，再看一遍。下面讲解它的实战运用。这一式当对方打你中盘、你的胸部的这个部位的时候，很好运用这一式。打来，没有？对方打我胸的时候，你看他打我胸的时候，在他没有到的时候，我已经将他截住了，我将他腕截住了。对方打我头的时候，我肯定用不了这一式，我用不了。刚刚打我胸部的时候，我用这个式非常好用，我给他截住了，同时按住他的肘关节，然后向下按，他这个腕这个肘关节很容易受伤，同时我还可以顺水推舟，我侧一步将他带出去，再来，哎 ，OK， 如果。旁边如果是有墙的话，它会撞到墙上去了。一箭捋出去，所以这是顺水推舟非常好用的一次借力打力。
话，他打我胸的时候呢，你看我已经在侧了，我接着他的同时我在侧，我的胸已经是在画了，他打就算打进来也打不到。然后这个手呢按住他的肘，顺水推舟就推出去了。啊，你也可以用大点劲，能够将它按到地上去，按地上去，像地与地相撞。这个就是吕氏的运用，武当太极十三式的十大技击运用就讲完了。今天来到这里拍摄也是临场发挥，以后会有换一个好地方呢，要去拍摄一些其他的功法，与大家分享。